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激气报道》。以下为大家报道世界各地的激气消息。我哋见到啦，身处美国的卡夫啦，因为最近被黑客入侵而感到十分烦恼、十分暴躁。而同时间，我哋都见到 Coco 小姐啦，因为见到一套好想睇嘅电影，但碍于地区嘅限制啦，佢系睇唔到，佢亦都感到十分唔开心。咁到底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到呢咁激气嘅问题呢？呢、这个时候你就需要 ShareVPN。ShareVPN 可以防御黑客嘅攻击，加密你嘅个人信息，并通过安全嘅 VPN 隧道发送该信息。咁样咧，就任何人都唔会见到佢啦。只要你嘅电子邮件地址或者密码遭到破坏，就可以用 ShareVPN 同埋佢嘅 Headlock 系统咧获取警报，同埋使用 ShareVPN 咧就可以抵制呢种定向嘅广告。唔止啊，佢仲可以保存移动漫游数据，并通过阻止广告嚟确保更快嘅浏览速度。最后用埋我独有嘅 promo code 就可以获得 1.7 折，即系 83% off， 同埋免费享用三个月嘅额外优惠啊！就系呢条 link 啦 ，description 都有嘅。大家快啲下载啦，睇片啦 ！Oh yeah baby， come on baby， yeah， 啊、oh.。大家好，我係家聰啊！今日有咩做呢？今日要拍片啊！好耐咧就冇拍過微辣啦，今日咧就有條廣告片啊！好似唔係我嘅廣告嚟啊，聽講好似係個客指定咗要揾阿多姐，咁我就係其中一個角色啦。但係唔知點解多姐係指定嗰個咧，但係多姐就好輕鬆啊！今日好似係拍一陣街嘅啫，但我唔知點解我係要拍兩日啊！今日第一日，跟住又要換超多套衫，跟住又要去出邊日曬雨淋咁樣啦，類似咁樣。點解今日會拍科呢？有個原因就係因為我睇完個劇本，原來有一幕啊！是我要淋水淋啊，多謝！哇！我睇完之後，哇！唔得，一定要拍低條片，記低呢個咁神聖嘅一刻，係嘛？等佢 Google 過嚟，然後再開工啦！依家，哇！見到啦，見到啦，見到佢哋持刀，佢想鎖我喺出邊。你精神下喎，我精神。Hello。Hi，Good morning。一個字都唔俾。點解？佢話要跟劇本。嗰下真係好有要求，我都好中意。不過係 Suzuki， 真係一絲不苟，同佢部車一樣。唉，真係。要加錢喎，我着長褲。著呢件長衫。我自己講過，我未著長褲啊。你第一次加松著長褲嘅時候係拍到文澤。是啊，我自己講過，我阿媽都未叫我著長褲啊！我冇咗老婆咧，我連著短袖衫嘅權利都冇咩？好慢著。I go to school by bus。我老婆臨走前揸走我架，揸咗我架 Suzuki Hustle。喂，請問係咪報案中心啊？冇咁正啊，女嗰啲啊，成日太正啊。喂，卡。其實照翻你平時唔係咁樣講嘅喎。做咩啊？做親紅牆。我就咁樣啦。請問係咪報案中心啊？就呢種咯，係嘛？屌嚇一個驚喜。请问是破案中心啊？请问我覺得我要唇膏咯，會唔會成條片都係我啲冇 shot 噶？黐線！點知呢個已經唔係變咗加粗嘅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 朱鼎志幫我拍片咧，有貓佢影貓，有女佢影女，佢管理我先。原來有佢哋捉我嘅喎，佢哋會點樣捉我咧？你喺後面咁樣咋？即係佢唔可以呢啲咩？即係咁樣騎唔住我咁得唔得？要加錢啊！即係我而家懷疑你，我而家懷疑你咁可唔可以咁樣？呢啲要加錢啊！覺得嗰個教咯。OK 得，就係咁樣啊嘛。OK 咁樣係嘛？一個定兩個？兩個就要誠意咯，啱唔啱 ？OK 啊。OK， 我覺得咁樣嗰個張力會大翻。都好，都啱嘅。係嘛？即係我血管嗰個張力。邊度血管？全身。
佢哋喂喂喂，未加錢嘅狀況下咧就係咁樣嘅。O K， 佢哋捉住佢手嘅手扣。咁樣，哇，都好危險喎！你咁樣小心喎。我而家我隻手我嗰個驚喎，真係，我會反抗噶嘛，我一反抗我就咁樣喐噶咯。唔關事啊，冇冇。睇你手掌咯。我冇。咁點樣咧？係啦，我都。咁樣撳嘅，嗱佢我哋喺邊度 action？ 唔係 action 嘅時候，等斯南試啦，你做咩啫？你識唔識嘅啫？唔係啊，你斯南啊，唔該曬，嚟你嚟加陣先，效果，而家係咁樣壓住咗，跟住就出嚟。Oh yeah baby， come on baby， yeah， 啊。即係有得手雞嘅，有得手雞嘅，解解唔到我就解到誒，睇下我去睇下我去家聰屋企定係家聰佢屋企。點解阿叔同埋會點解阿叔同埋架車會失蹤咗嘅？佢哋唔係到以後點翻學啊？你會五啊？十。誒，五十。乜都唔知啊！有冇睇啲傳媒亂講？跟住走，跟住就開門，即係嗱好急嘅呢個開門，跟住就傳媒喺度出。OK， 我哋成功轉咗場啊，咁啊開始拍今日一紮室外嘅氣氛，即係雖然依家好似好曬啦，的確好曬啊，不過真係，但係天氣都還好嘅，同埋真係要多謝卡特啊，即係雖然呢個唔係我嘅 job， 但係你都安排咁多氣氛俾我，又日曬雨淋又剩嗰啲，最重要是知道你想要呢啲演出機會，真係啊，真係我好感動，可能我嚟緊真係要即係有機會寫多啲鹹歌俾阿 Rachel 唱。即如果Rachel再問我點解又要唱鹹歌啊，我就你問卡特啦，問卡特就知噶啦。唔使客氣，應份。哇哇哇！又要蘇羅一段咯，趁機會蘇羅一段先。就著波鞋啊！就係呢個人啊，佢只係廣告。原來你著呢啲牛仔褲成阿老豆。佢要著到，就你啊！點解你個足可以拍咗成日？我仲要拍埋第二。係啊，點解嘅？嗱，本身個 job 咧，我指定我啦，跟住之後咧，尋晚阿馬仔咧同我講話，喂，你記得 Doris 你記得背好啲對白喎，一個字都唔可以改。阿馬仔，我冇對白咯。我一個對白都冇。跟住今晚仲可以好早收工咯，你好似拍到最後。我哋聽日都仲要拍。我啲臨尾嘅時候，你會唔會唱歌啊？點解要唱歌啊？慶祝下你啊！你會唔會順便唱？好凍啊！啲水。你會唔會順便？你有啲，你會唔會有冇諗住啊？我唔會啊。但我今日臨尾，你開唔開心先？開心，我唔會開心啊。如果 NG 多幾次你嗰條，你覺得我可以 NG 幾多次啊？你覺得？我覺得最盡兩次咯，即係咁個客喺度睇住，真係唔好意思噶嘛。我嗰個客睇住就更加要俾佢最完美嘅嗰客演嘅咯，即係我覺得有啲。但係如果佢一次就 OK 啦。哦，你放心，我有方法，我有方法令佢十次都唔 OK 嘅。哦。因為嗰幕係講我係洗車，咁啊唔使淋到多啫。覺得你靚唔靚仔啊？咁假設我淋。我覺得你好似今日 OK 喎。OK 嘛？即係老豆得嚟有老豆 feel 咯。你講我十個優點嚟聽下。都係嗰句啦，靚仔。嗱，所以我嗰部係我臨部車嘅，咁只要我臨到部車，淨係臨到多姐咧，咁就一定唔 OK 噶嘛。我再講多話喺度噴咗，應該五分鐘防曬，喺架車度。淨噴隻手啫。嚇！只腳仲未噴。好奇怪，我真係點解會噴咁耐啊？噴下，跟住原來噴咗五分鐘就係噴緊隻手。咦？係喎，其實我哋係。在車入面的嘛？你不是啊，你要追車啊！我追車咩？呢一幕是有一幕是我揸住架車，你後面追住我啊！唔係呢一幕嘛，今天好像有咯，有一幕就是我會淋濕你咯，所以其實我都很開心啊！即係覺得呢個天氣都很公平嘅，即係你賺到錢，但我就得到快樂，係嘛？就是個意義就喺呢度咯。係啊，我好開心啊！即係第一次，我都唔我都好開心啊！我見到你拍咁耐，開心㗎！我都開心，但係佢傷心。我阿媽都唔敢叫我著牛仔褲，我阿媽都唔敢叫我呢個鐘數出嚟曬太陽。其實如果你瘦翻啲汗，著得幾好睇，但係你而家真係超全㗎。著咩？你而家安慰緊我。知點解嗰度有啲啲點啊？就以防我推阿多姐落海。依家呢幕咧就係即係我睇緊海啦，咁多姐會挨過嚟。
跟住我就即刻上車褪後部車咁樣啫。但你唔會踩上，你揸開車噶嘛 ？OK， D 波係向後嘛 ？D 波向後，我記得嘅嚇。我一係我而家教你揸揸先。唔係 D 波向後咩 ？R 波 ，R 波。唔係 D 波向後。阿龍唔係，阿龍係轉右啊嘛，即係乖啊嘛。阿龍轉右啊嘛 ，D 波係向後啊嘛。阿龍好先啊！係啊係啊，咁 D 波係 Doris 哥。哥。佢一踩 D 波，我就成個。OK， 依家就輪到今日最期待嘅氣氛啦，就係準備一間我要揸車啦，跟住多姐咧，終於有嘢做啦，佢就要追住我部車係嘛？就講啱啱四點左右嚟到啦，依家5:30啦，我都係未做過任何嘢，即係未拍任何情景咁滯。係啊。突然間就要跑。係啊，首先就追車，好似有啲就淋佢嘅，就係咁樣。依家 OK。係啊，追佢架車咧就係準備 ready，3、2、1 action。好應該㗎，女士好爽㗎，好似。我試下快啲，試下快啲，3、2、1，快！嗰條路唔靚，條路真係唔靚，條路好核突。我好開心啊！我整直架車。盡跑啊，多謝。好，你盡跑 ，cam 咯。好嚟。準備 ，ash， 準備，等。好，準備啊 ，ready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快点好，咁啊，系啦，拍完我揸车，多姐追车之后咧，依家就开始我今日嘅一个重头戏。我觉得系我拍嘢咁耐，其实就等紧呢一个机会。我终于明白，我今日所有同埋听日嘅所有付出，都系为咗接下来嚟呢一场戏。点啊？有咩感想啊？唔知讲咩啊！我求下你都冇瞓到块面啦，我求我啊！求人有啲誠意噶嘛？求下你啦，因為我好誠懇咯，我發自內心咯，所以可能你未必睇得出我個樣係點，但我內心係超級誠懇咯。係啊，係啊，好嘛，咁你期待一下啦，因為我淋完你我都好內疚，但雖然我樣子會笑啦，但其實我內心係超唔開心啊。我同你一樣咯，都係嘅，我覺得係都係將自己情感收埋內心嘅人嚟。係咯係咯，我覺得你係嘅，即係你一個好善良嘅人嚟咯。係啦，我淋完你就算我狂笑都好啦。其實不是真的我的想法，我覺得是，我是很不開心的，我明白，希望你明白，希望你明白，我現在都想有點忍不住想笑，你是想很濕還是少少濕？很濕，很濕，好濕，我想頭髮那些都是，你負責負責嗎？忍住不笑， We got only one chance， 是的，那如果 NG 怎麼辦呢？沒有的了，第二天再拍，哦，你濕了啊，啊係喎、啊，我冇得重撥啊！即係係咪都撥一次嘅咋？同你講，做咩啱啱咁威嚇？撥一次嘅咋？我諗到啊，多姐著泳衣咁咪唔怕濕咗咯，即係睇唔出咯，係嘛？即係佢本身著緊泳衣咁樣，個頭咧，大佬，你游完水，你游完水，溝到位而家，游水咯，捉彎又捉彎咪游水咯。好㗎啦，嗱，我就一定唔會 NG 嘅，咁你 NG 嘅話咧？咁成條褲就怪你了。冇錯啊，我唔怕噶，你明唔明啊？我人好厚面皮嘅。快啦！我樣又唔能夠太 enjoy， 始終多謝啲 fans 要鬧我，我要扮曬唔情願。即係真係要淋多姐啊？怕唔怕整濕佢啊？佢係就係想濕。咁冇辦法，冇辦法。喂，唔好意思，多姐，我都唔想，真係。係啊，我都。又耐啦。我都聽導演講。過曬數嘅卡特啊嘛。係冇辦法，始終我都唔想落。不過導演要求。
你睇佢笑到咁放肆。啱唔啱啊？我以為我唔夠力，但系我一見到多姐嘅時候咧，啲力量出咗嚟，哇，好撚正！咦，打直啊，睇正。唔係打橫嘅。哦。邊個係編劇啊？呢個邊個？卡特。卡特啊。哦，卡特編劇，唔關事啊 ，OK 嘛？開心死你啦！唔好跳，我真係太開心。我好似陰陽人咁樣咯，呢邊係濕嘅，呢邊係乾嘅啊。咁你睇唔到嘢㗎？唔怕，翻緊去啊。嗰個嗱呢個，哇！我忍笑忍得幾辛苦啊，我幾係啊，我幾驚一笑就出事啊！你又死都唔吸我。我睇下，濕咗可以污得多啲嘛？幾靚嘅呢個？係嘛？睇下，真係好靚嗰盒喎。好，搞掂啊呢度，跟住整理整理。其實那些效果是因為我都覺得林多姐很慘的，其實不過又真的挺好玩的，有時人就是這樣，所以這麼多地獄梗會發生，就是可不可以來一次啊卡特，沒事想來一次啊，沒聽過你試過試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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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換了我拿著部機留下，我怎麼想到這個劇本呢，這下怎麼想出來，這下你傳給我的，沒有想過我沒有，但這下真的挺漂亮，我覺得這個很好，這個我認識是什麼地方，沒有沒有認識完美，冇錯，我啲完美 ，perfect。嗱，我最欣賞導演，同卡特平時，都成日同我講。我再講，講啲敷衍説話咩？嚟啦，除咗佢之外，佢話其他都係廢。呢個發哥講啊，唔關我事，唔關我事。佢上次我謙虛，謙虛受教。我知啦，你放心，唔關事。幾多錢攞去呢個？呢個就我心底話。多謝。多謝，只要拍完呢兩個 take 就完成咗佢今日呢單自定 job 嘅拍攝。佢總共拍咗幾個鐘啊？計埋啲相嘅話，就有十幾個鐘，但佢個人出現係幾個鐘。不過都 OK 嘅，多謝辛苦咁樣。要追住你跑，又要淋水。淋，我想講淋水嗰係最慘。多姐聽講係佢係嗰個叫咩？佢條 con 都沖走埋，好慘。好彩個劇本唔係我寫，唔係啲人一定鬧死我。我對編劇加你嘅名佢。喂，冇嗱，我依家有個 factual 分證。潑水編劇加衝跑追跑編劇加衝，其他部分卡特。六尺，好開心啊！即係呢一場就係講我就係瞓覺，係多姐就係唔知做乜拍嘢。嗱，我今日拍完呢兩場，你聽日有排拍啊。哇！拍拍要放煙花喎，慶祝今日多姐俾人淋水喎，係嘛？係啊，佢預祝你聽日要拍多日啊！我要收錢啊嘛，其實我都係試新嘅。OK， 哇！原來我今日係已經搞掂啦，跟住就得翻聽日嘅戲份。多姐未拍完㗎，原來我最後一場咋。我發現咧，我先係要俾錢俾卡特嗰個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我是女主角啦，但是咧嗰多時候咧，淨係出我的相就得噶啦，我不使喺度。OK， 咁啊，經過上次拍攝啦，咁其實已經係過咗兩日噶啦，因為本身嗰日拍完第二日要拍嘅，不過就打風咁啊取消咗，就隔咗兩日再拍埋，臨尾少少咁就搞掂今次呢條片啦。
影多女嘅呢一場，好浪費啊！不過，所以跟住朱天影多啲咩？三四七，仲有邊個啊？爭耶魯，爭耶魯。好做啲腳啊！想癲啊 ！OK， 最後一日拍攝完成啦，其實好簡單，今日都係嘅，成個拍攝都好簡單啦。咁依家就全部搞掂啦。咁最後咧會俾翻啲片段大家睇睇嘅，不過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睇翻睇曬成條片啦，好嘛？咁今日甜品到呢度，多謝曬大家，再見，拜拜。喂，請問係咪報案中心？我老婆失咗蹤，可唔可以講多啲俾我哋聽？睇完片。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如果唔係，我就進來了。